是刚刚列车党的2014年5月13号，南港站，南港站，6:37，手拍车是明日号哎，哇，今天有明日哦，明日系景观光专列，像三线，还有斗六。所以你看这将沿线跟北河的圈呢，用8201为下圈呢，算南港站停靠晚3分，关闭车门。我是刚刚列车的阿拉110年。5月13号，南港站，南港站。6:38，白色是4103，将沿线港北河的用82.81为小圈哦。啊，今天有明日号，明日系景观光专列，有人傻眼呢，还不是说很严重，还开观光列车的傻。其实有点无意，真的是蛮无意。好，拜拜了，下面干嘛的门都对我们来讲，我只能说真的是有时候会做半套，真的做人真的有时候会怎么，对啊，不是啊，就还开观光列车傻眼，然后观光列车还可以吃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，哎，那算了，真是做半套了。好的班是6009次，就上一趟斗六的明日系景观光专列，在南港站3月。啊，用1405，对。好，谢谢各位观看，那下面干嘛咱们多多订阅我们的观看片，那拜拜。